既然送都送来了，还不打开看看？我不，再让他憋一会儿，吐死了都。夏蒂大大，你还是快点打开吧，万一里面不是蛊火呢？就是啊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快打开吧。好吧。Surprise！ 宝贝女儿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宝贝女儿，你快点让我出来，我这都蹲半天，腰都蹲疼了。妈，小心点。哎，高不高兴？怎么回事？闹哪样啊你？哎呀，你开庆功宴，你不邀请我来，我还得自己来呀。那你这出场也不用那么惊喜是吧？我这不算什么惊喜，真正的惊喜在那儿呢。我不起来，我没开玩笑。你不是说你的书都卖光了，你就会嫁给我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了？就算我说过了，那我也是随口一说，你怎么还当真了？可我不是啊，我是认真的。夏蒂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你也喜欢我不是吗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很开心吗？开心是开心。但我没有想要嫁给你啊。行，你不想嫁给我也行，那你娶我吧，我愿意。哎呦，顾博，哎呀，夏蒂，人家顾博对你多上心呐！啊，为了弄这个求婚仪式，把整个酒吧都包下来了，还特意把我从大老远接过来，是让我给你们做个见证，是吧？这种好男人碰见不容易，碰见了就别把他弄丢了。妈，你怎么回事啊？顾博怎么就把你给收买了？你之前不是还嫌他年纪小又没钱吗？那不是妈不成熟吗？现在妈觉得你们两个特合适，妈双手赞成，你们也赞成是不是？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！我不同意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不同意。你凭什么不同意啊？你给我说说，哎，我们家顾博哪儿不好？怎么就成你们家的了？他没有什么不好，但我现在不想结婚。你现在不想结婚？你什么时候想结婚呢？至少要等我成为顶流畅销漫画家吧。那完了，嫁不出去了。妈，我是你亲女儿吧？我新书卖多好，你不知道呀？我可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卖不掉的书全是人家顾博花自己实习工资买的。阿姨，这不能说。哎呀，是吧？不可能，你是不是傻呀？别说。哎呀，没事儿，阿姨知道有分寸的，你迟早得告诉她呀。方圆设计还有他们家的股份呢。不是，我说夏蒂，妈知道你不喜欢有钱人，是不是？我真的是好好考察过，妈发现这个孩子呀，就跟傻子一样，他心里只装着你，一心一意的对你好，所以妈才同意把你托付给他的。真的？不可能，他骗你的，他之前也装有钱人骗过我。怎么可能？哎呦，那你问徐一人，他男朋友不是方圆的吗？夏蒂，真的吗？其实我问你是不是真的？我可以解释。你说。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也不是要骗你，我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今天这样了。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，全世界就我一个人不知道，只有我一个人是傻子吧？夏蒂，对不起。夏蒂，滚开！
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没有质疑。为什么连你也要骗我？你要说是迫不得已的是吗？你要说是为我好是吗？许依人，要听谎言还是真相，应该由我自己选，不是你来替我选。哎，夏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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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许依人，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。有件事情，他一直不让我告诉你，但我想了想，你还是有知道真相的权利。贺总，对不起，许依人，我确实忍受不了你欺骗我们身边的人。只有你爸的病是假的，而且他一早就知道了，还答应你爸一起瞒着你。冯志友，你听我解释。我好，你解释吧。怎么没话说了？那就是真的了。你还记得答应过我什么吗？都忘了是吗？对不起。那你为什么还要骗我？和他一起骗我？方志友，你别这样。算了，反正从你嘴里说出来的都是谎言。方志友，别走，都是我的错好吗？求你别走，放手吧。方志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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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去哪儿？我知道你很生气，以前你心情不好的时候都是我陪你。我不需要，别再跟着我了。哎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反正你现在也知道，许玉人也不过如此。石友啊，自从发生那件事情之后，你就再也没来过老爸的办公室啊。我以为人是会变的，但是我错了，你一直都没变，还是那个满嘴谎言的骗子。看来许依人还是把什么都告诉你了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把他拉下水呢？你明知道我的身边只有他了，为什么？我从来就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骗子，你知道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再没有什么关系了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
没有质疑，为什么连你也要骗我？你要说是迫不得已的是吗？你要说是为我好是吗？局人，要听谎言还是真相，应该由我自己选，不是你来替我选。方志阳，别走，都是我的错好吗？求你别走。放手吧。啊，方志阳，志阳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依人姐姐，喂，你快来吧，我好害怕。诗雨，你爸怎么样了？大夫还在里面，我爸的助手说看到他晕到办公室里面，我哥不接电话，只好就告诉我。依人姐姐，我怕。别怕，有医生在，不会有事的。别怕，嗯。曲教授，方叔叔他怎么样了？啊，他是一时情绪激动，导致血压升高。现在好了，没事了，放心吧。啊，好在呀，不是中风。如果是中风，再加上阿尔兹海默症，曲教授，您不用再替他隐瞒了，我们都已经知道，他的病是假的。什么假的？他已经亲口承认了，他没有得阿尔兹海默症，他是为了……怎么可能？他的病是我亲自诊断的，而且他的治疗也是由我在负责的。假的，我是大夫啊，就算病人想欺骗你们，我也不会跟着他一起欺骗你们的。可是您的助手说并没有看见过他的病历，也没有见您给他开过关于这种病的药啊。是方律师让我对他的病情严格保密，怕影响律所的运作，要不是被你们发现呀，连方之友我都不会告诉。他吃的药我检测过了，只是普通的老年维生素。依人姐姐，我爸的安眠药是我换的，我看他最近一直在吃，网上说安眠药只是心理作用，吃维生素也一样，我就偷偷买了给他换了。没事了，曲教授，我能进去看看他吗？可以啊，但是不要刺激他。好。诗雨，我想跟你爸爸单独聊聊，在这等我好吗？乖。方叔叔，坐吧。看来你也什么都知道了。为什么骗我？你怎么和方志友一样越来越开不起玩笑了？这个玩笑也太大了吧。当天跟你说的那些话有一半是真的，让你发现我生病也非偶然，我是想通过你把我生病的消息告诉方志友，也相信你能帮我把他劝回家。结果你是真的做到了。为什么相信我？我的儿子我了解，他从来没有像看你一样看过其他人，哪怕是贺宇文在他身边那么多年，他连多余一秒的关注都没给过他。那天在只有妈妈的墓前，我看到你们在一起的样子，我就明白了，原来你在他心里真的很特别。我只是没有想到
李哲他们一家的事情对挚友会影响那么大，但是我不能道歉，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我个人的尊严，而是影响到整个律师事务所的信誉度，代价实在太大了。所以您就要再一次牺牲方之友？是我自己太自私了，我在想挚友他只要能回家能和我说话，过段时间我和他的关系总会慢慢缓解。我不知道那份报告到底错在哪儿，就在那一刻我突然发觉好像冥冥之中有人在提醒我，如果我没有生病，那挚友他就不用夹在我和李哲之间左右为难了。所以干脆承认自己一直在装病。你为什么不让我告诉他呢？因为我想看看你能为方挚友到底做到什么程度，毕竟你是要和他共度一生的女人。就因为这个荒唐的理由，你们律师是不是都喜欢刺探人心啊？这样有意思吗？没意思，只是我感觉到自己年龄大了，不管是挚友还是诗雨，他们的未来我都看不到了，所以只有趁着现在把能看清的都看清楚。依然，我还要再求你一次，今天的事情不要告诉方挚友好吗？我不会再替你说谎了。不过你也放心，就算我想说，他也不会再相信我了。那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先走了。夏迪，我知道你在上面。夏迪，你开门，你听我好好说行吗？夏迪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不是，我刚认识你的时候，你也没问过我家里到底有没有钱啊。不对，你记得上一次我都跟你坦白过了，我跟你说过，你自己不相信。那，哎，不是，不是，夏迪，你有什么气你就朝我撒，你先把门开开行吗？夏迪，你把门打开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夏迪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分手。不是，别，夏迪，我不答应，我死都不答应。夏迪，不是，你怎么罚我都行，但我绝对不分手，我死都不分手。夏迪。那你就去死。夏迪，我不，我要去死的话就没有像我这么喜欢你的人了，你会难过的。夏迪，你开门啊。夏迪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夏迪，夏迪，你开门啊，我不会跟你分手的。夏迪，夏迪，你开门啊，开门啊。我无法忍受一切你所谓善意的谎言，从现在开始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们再没有任何关系。夏弟，你别这么严肃行不行？你真的好好听我解释。哎，夏弟，你听我好好解释嘛。夏，滚！你不用勉强自己，公司的事情你也不用担心，有我在呢。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吧。我说了我不需要。
那好吧，可能对于你来说，工作是治疗失恋最好的办法。谁说我失恋了 ？OK， 你的私事你自己处理，但对于公事，我还是得问一句：许一人，你还打算继续让他当你的助理吗？哥，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志友，你跟诗雨先聊吧，我先出去了。你跟我来。爸都生病了，我知道了。这次又是什么病啊？爸的病是真的，他没有骗你。这是我亲笔写的推荐信，你拿去，找工作会容易很多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可以介绍你去梁山，那里的待遇不会比这里差的。事到如今了，你这样做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为什么这么做？你是想知道我为什么告诉方知友他爸爸生病的事儿？我为什么不呢？我说的都是事实。在工作上，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从不迟到早退，也没有违反公司任何规章制度，工作成绩有目共睹，你没有理由开除我。许一人，你说我死皮赖脸也罢，不懂看眼色也好，总之我不走。你想过方知友没有？你在这儿待着，你让他怎么面对你？我就想自私一次，可方知友他刚刚也没有说让我走，不是吗？我是方知友的助理，就算要走，也是要他亲口说。好，你可以不走，但是我觉得你现在的状态根本没办法做方知友的助理。如果你要留下来的话，我会找人替代你的位置。好，只要能留下，做什么都行。我怎么知道这又是他的什么把戏？方知友，就算是真的跟我也没关系。你怎么能这样？我怎么不能这样？他一次一次欺骗我，你让我再怎么相信他？难道你就没有欺骗过我吗？爸生病这件事还不是你和他一起瞒着我？你这样和许一人有什么区别？你凭什么生他的气？我和许一人的事你少管。你以为我愿意管？我还不是怕没人要你。依然，贺总，和大家说一下，从今天开始，许依人不再担任方总助理的职位，由于晴代替许依人。贺总，这是行政部的工作安排，你说过会服从的，后悔了？没有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接替于晴的工作。谢谢贺总，我一定会用心做的。方总，你对我刚刚的安排还满意吗？我先送诗雨回家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依人姐姐，没事儿。
快跟你哥回家吧，快去吧，都干活吧。依然，还是这个地方视野开阔。依然，谢谢你啊。上车吧。方舟，你简直太差劲了！你干嘛去了？我走回家也不愿意坐你的车。夏蒂，我们能谈谈吗？不能。夏蒂，你说的对，真相还是谎言，应该由你们自己来选。我骗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最爱的人，我是自作自受。你和方舟又怎么了？我们算了，别说了，我不想知道。对不起，夏蒂，那我先走了，等你心情好一点我们再聊。不用聊了，我要去酒店闭关两个月，如果顾博再敢来，你就帮我把他打出去吧。夏蒂，你不用这样。那你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吗？夏蒂，我不是为了你，我是不想见到你。这是什么？你不是说要盖一栋房子吗？把所有的童话书都放进里面吗？然后你就不再出来了。这个不错，可是我不喜欢这里。丑死了！谁说的？你那个才丑。你的才丑呢。给这边再补上一点。啊，啊，啊，你走开。你到底有没有点同情心啊？人家现在可是失恋啊。那是你活该。方志耀，别以为你是我偶像，我就不敢 diss 你。不是，你到底是不是人啊？都是失恋，我现在连牛角包都吃不下去。你还有心情在这看书？我没失恋，
是，你是没失恋，你只不过是让许依人失恋了而已。也不知道我们家夏帝现在是不是跟你一样无情无义。不对不对，我们家夏帝绝对不会这样的。你看看我，我现在够不够憔悴？如果我们家夏帝看到现在这样，他会不会心疼我？你说，如果我要是冻感冒了，夏帝是不是就不再忍心生我气了？你现在做什么都没有用了。从你对他说的第一个谎开始，你就应该做好准备，接受所有的恶果。现在你不但不反省，居然还想继续骗他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我是杀人放火了，还是挖谁家祖坟了？再说，我不就是没告诉他我家里有点钱吗？严格意义上来说，我这根本就没有骗他，他都没受什么损失。啊！谎言本身就是对一个人最大的伤害。什么味儿啊？花露水吗？我说于晴啊，你这喷的啥香水啊？太齁了！这可是大牌子，你没闻过而已。哎呦，还有我没闻过的大牌香水啊！我倒要看看它有多大牌。来来来，一起看看。什么牌子？什么香水？这够大牌的啊！这啥？什么？真大牌，厉害了！来来来，还真没见过。听好了啊！应该是 Dior， 不是 Dory。淘宝也就100块钱买的吧，100都贵了吧？没见过世面。洛阳，你的快递。哎，谢谢依人。不客气。楚林的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剩下的都是你的，谢谢依人。这么多衣服你穿得完吗？别买了。这些都是我的精神食粮。不过依人，下次拿快递这种事啊，还是不要许依人来了吧。我们可以，没事儿。以前我帮你们拿的时候，也没见你们不用我做啊。哎，我说你，那能一样吗？就是啊。许依人，你赶紧去买10个套餐回来。中午方总要带设计部和客户开午餐会，你没定吗？我忘了，现在定也来不及了，你还是赶紧去吧。方总的口味不用我交代了吧？于晴，你现在是助理，这是最基本的，不用你教训我。你可别忘了，现在我才是方总的助理，而你才是那个打杂的。你还是赶紧去吧，要是晚了，大家就都得饿肚子了。徐仁一个人怎么可以拿得了那么多？我陪你去。好了，莎莎，你快忙你的吧，我自己可以。哎，哎呀，要不要这么倒霉啊？不用了，弄脏了我赔不起。要么我给你擦，要么你自己来。谢谢。
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儿？这种事儿？我为什么不能做这种事儿？职业不分高低贵贱吧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现在有点忙，没时间和你解释。谢谢。我真的没时间，距离午饭时间只有20分钟了。我再赶不回去，客户要饿肚子的。客户那边我帮你解决，你跟我走。你放开我！感谢韦总就织物书院进行的解答，也让我们在设计上面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。接下来我会向您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安排和初步设想。午饭时间到了，要不然先吃午饭再继续。也好，还真有点饿了。方总，午饭送来了。哟，方总，不就是个会议餐吗？这阵仗搞得有点大呀。啊，韦总都亲自来了，我们当然是不能马虎了。啊，谢谢。方总，这一餐是我们李总特意替许怡人小姐送来的，顺便祝各位用餐愉快。哪个李总？这个许怡人又是谁啊？清醒的